不多说，我们道琴大赛正式开始。刚刚听仔细了吧？你可一个音都别错啊！看来要再出难一点的。肖邦圆舞曲不太简单啊。对，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。霞。叫你站起来，摊开吧。可能连肖邦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一段，你真是太有耳福了。宇豪即兴功力果然厉害，新同学。今天有好戏可看。今天的斗琴大赛实在是太精彩，让我们再给两位一次热烈的掌声。